大家好，我是红秀。今天我要带朋友们来采挖一种长在山坡上特别好吃的野菜，它的学名叫茵陈，人称白蒿，拿来煮水喝对我们的身体十分有益。接下来呢，我就带朋友们一起寻找一下。看完视频大家也要记得点赞收藏。这个就是春天的棉茵陈，是制作茵陈茶的上等原材料。村里的老人常常把它挖回去，和大枣一起煮水喝。今天我就把这种浑身上下都是宝的茵陈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茵陈是一种药用价值极高的中草药，既可先用，又可晒干之后拿来入药。新鲜的茵陈一斤可以卖到20多元，如果是把它晒干之后制成茶叶拿来售卖，价格则更高，50克就要卖30元，那么一斤就相当于300元了。朋友们，是不是没想到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原来有这么好的市场价值与经济价值呢？每年春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去户外去采挖茵陈，把它当做一种时令野菜做美食吃。茵陈是非常适合拿来制作蒸菜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俗话说，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错过了又要等上一年。老一辈人对茵陈应该是相当的了解了，懂它的人会常年把它放在家里面留着备用，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一些和红枣一起煮水喝。关于茵陈煮水喝的好处，用过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探讨一下。大家在采挖的时候可一定要辨别清楚了，因为和茵陈长相酷似的植物有很多种，比如说黄蒿、青蒿、大蒿等，它们的整个植株以及叶片的形态呢，都长相十分相似。朋友们，你们那里有没有人去收购茵陈的呢？卖多少钱一斤呢？关于茵陈的价值与用途，用过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言探讨。感谢朋友们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